者詹香马台北报道，华师总经理郭坚宏今年一月被董事会以七大理由拔瓜，事出突然，文化部也介入处理，要求华师向公司董事会合理解释。上周公司针对此事召开董事会，董事长陈玉庆备受质疑，多位董事也称手段太过粗糙，有意将其列入报告提呈文化部，但至今仍报告尚未出炉。却传出有三名董事要华师27日召开临时董事会，并要求郭建宏参加备询，却未提供任何会议资料，让郭建宏相当不满，直接对外发布二点声明，强调华师董事会道歉之前他绝不参加董事会备询。郭建宏气愤表示，27日召开董事会，他今26日下午5点才收到了董事会秘书口头通知，至于会议主题，会议资料完全不提供，之前才在公司董事会上承认瑕疵，但这次加开董事会程序又是一样粗糙，表面上给我机会发言，实际上却是不给人时间资料准备，这太夸张了，我不会参加董事会。华师总经理郭建宏，记者潘少棠社。郭建宏在发声明表示不参加临时董事会。郭建宏提供